你点噶？佢话唔同我食咯，都几。要点噶？嗯。然后你 block 住咗。唔紧要，唔紧要。嗱，不如俾 task 你喂狗狗好嘛？你唔好唔好伸，即系摆平啊，因为佢好心急。啊 ，OK， 咁佢唔识，佢唔识。佢唔识啊？算啦，唔好俾佢啦，因为佢会咁样俾咯。哦。